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护肤技巧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就是我们1878集的节目。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传世系列的末日小队套装，它是屠夫、弹幕还有锤骨。那么，直截了当说，非常推荐这一套，因为它兼具了三个非常优秀的表现。第一，它本身的做工不错，虽然是一个改模，但是松紧度非常的良好。第二是它的配色改得非常的成功，第三它的配件只多不少，而且多了非常非常关键的加分配件。我们直接来看到它的虫形这个地方，虫的脚呢终于出现了。我们晓得它是传世系列 G1 的昆虫部队去改模而来的，它的侧边这一带啊，多上了这个部件，而且它原本的这个武器，原本充当于腿的这个兵器呢，它一样是有附带上，然后再多附带了一对的角给你啊。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当时在做这个部队的时候呢，我就有提到说，它的这个虫的腿啊，好像不太够，对吧？那这个尤其是这个炸弹的话，你看啊，我当时还说一、二、三啊，3×2，勉强算它6条腿啊。我还记得那一集的节目啊，但是这一次的话呢，直接的话附带了这个配件给我们了啊。那这个脚一旦有了之后啊，昆虫的形象除了更好之外，它本身在模具上也有一些小小的变化，特别是这一个炸弹改成了这个弹幕的话呢，非常非常的优秀啊。我们直接就先我们先把这个小锤子给看完好了。这个鼓锤，它是个牛头人的造型，后面这个尾巴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其实它可以从侧边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把它拿下来的啊。它的后面的累赘就更少，但是很可惜啊，我找不到可以把它安插好的一个位置，比较 OK，所以这个拆下来感觉好像意义就不大，所以我们还是让它有一条牛尾巴吧啊。那这个头的话呢，本身是上下变形的时候呢啊会用到，那手臂也有360度的转动，脚也是360度的一个转动，没有其他多的可动性了。那这个就是当做是一个 bonus 加分吧啊。那细节什么的话呢，给各位做完一个展示。那我就是先看一下这一次，其实我最推荐的是这个由炸弹改成了这个弹幕啊。那我先提一下啊，这一款是这个玩具哦，它不举，不是我不举，它的这个部件一碰就已经下垂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一样啊，不是只有我手上这款玩具而已。那它原本的我提过了啊，这个部件的话呢，它这块部件武器，它一样有附带给我们，而我就直接把它扣在上面。我们先把这个武器的部分呢，我先把它给取下来。那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话变形的时候改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孔洞，原本安插在这个的位置，它换了一个角度，对不对？它变成是扣这个方向，把它转到侧边来，原本是转这样子扣进去的。那我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它这个地方都有凸，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凸，它本来就有预备了，本来好像就有预备的这个组合的一个可能性给我们了啊。所以好吧，那我们就只看一下。它的配色的话呢，变成绿色，而这个绿色的话呢，我自己觉得看上去比较舒服一点，而且它的整个造型，由于这一根独角仙的这个角，它变成是一个有弧形的上来，所以更加接近于真实生物的感觉。那当然，因为机械昆虫它是有一个考虑到机械的一个部分，我们也不苛责这个部分，我们只单单看它的这个虫形态啊，上方这里还多了一个昆虫的一个特征。那这个后面的这个角的话呢，一旦多了这个配件，它可以做一个角度的切换，那这个就会感觉很离谱了啊。你看你这样子跟这样子，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虫变大很多？对，因为它多了一个角，把你的整个身体给垫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加分。那我刚刚提过，它没有下垂的问题，而且它是往上有个弧形带钩的，非常的厉害，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啊。我老了也是一样了啊。那后面的这个绿色，这个深绿色，有点雾的一个感觉，但是感觉嘛，质感挺好，对吧？整个玩具的话呢，我就是对它的评价分数非常的高，甚至可以为了这一个独角仙，你来购买这个套组，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这武器的话呢，上面的三个部件你可以拆开啊，分别安置到身体的部分上面去，这个端看你个人的一个偏好。而另外一个红色的秋形虫屠夫的话呢，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他在 Combiner War 的时候有这个Scott Class 吧，或者是指挥官级，也是有推出红色的配色。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他一样多了旁边侧边的这个角，你看
原本的这个武器我提过了，它一样还是有附带给我们的。而它的一个球形虫的这个部分，头前面这个角造型两边不太一样啊，终于有一个可以对决的感觉。那造型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更加接近于真实生物。你看它这个原本的模具是整个是扁平的，是直的，而它的话只是有一个弧形有弯的，而且中间还多了这个带刺的部分。我先把这个武器拿下来，这个武器啊，是它跟它这个是同模的武器。那因为我觉得扣在下面是刚好啊，但是会妨碍我们观赏。它的一个这个两个地方，这两个凸，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它是不是移到了人物的头这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特征的话呢，它依然有保存下来。那当然最大的加分点还是它终于多了侧边的角了啊，那么整个一个关节的表现也都非常非常的好，橘色的这个塑胶比较亮，有点山寨玩具的感觉。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质感本身的这个光泽一体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搭上这一款绿色的一个红一个绿啊，这个配色来讲的话，这个小队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推荐的。那我们就一同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了啊。这个鼓槌的话呢，把这个牛头给翻转180度，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它的这个手跟脚呢做一个合并。你看到这里有个弧形跟这个地方要结合，那这里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腰身这里折一个90度，然后呢，你就是顺着把这个手啊给转到同样的一边，让它的凹跟凹呢面对面啊，这样子，凹跟凹面对面这样子，好，这样好。然后呢，两侧把它给组合一下，OK 啊，不知不觉的话呢，这个锤子的部分呢就变形完成了啊，非常巨大的一把锤子，它有附带的特效键啊，你可以这边这样有个击打的一个效果，那或者是它的另外一侧吧，你也可以装这个，这个的话呢是另外一种攻击模式啊，有什么不同啊？这个我不是很晓得。弹幕的变形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赞了啊！首先的话，我们把这个手这个地方凸跟凹把它给分开来，分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它往两侧推出来，这边推出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块部件往后面推下来，它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扣进去再扣上来。好，那注意这个地方是原本模具的正面，但这个模具它是前后做一个对调，所以它的头呢是不用转180度。而事实上，你想转180度也是做不到的啊！它这个造型会限制到。再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腿的话呢，由这里翻下来，它有个双动关节啊，直接的把它给拉长就可以了，压回去，然后两侧部件盖回去，两腿分开，斜肩给翻出来。它的话呢是没有做一个腰转动作的，原本的模具是需要的。那这个的话呢，也是一个让我联想到，以前经典系列的这个。Track 轮胎跟这个 Wheel Jack 就是有一个好像差别就在于说你有没有多一个前后的翻转吧，有没有一个腰转的差别。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弹幕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非常流畅好玩。再来的屠夫呢，我们也来就非常简单的把它变形完成了啊。首先呢，两手的话呢，从侧边啊，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啊，橘色的，这个凸跟凹的结合，我已经不知道宇宙中还有什么种族是橘色的了啊，把它给翻出来，然后呢，脚的话呢，直接球的这个地方啊，直接把它给往前面拉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盖板把它给盖回去，两腿打开，斜肩弄出来，那这个玩具的话呢，是需要做一个腰部的旋转的，做一个旋转。旋转之后呢，把这个手给放下来，然后呢，面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直接的把这个两侧像是面罩一样的东西把它给打开，头就露出来了。那至于这个脚的话呢，你要什么角度，这个全看你个人的喜好啊。头上有长角啊，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邪恶。然后两个重腿的话呢，往这个背上一压如此一来，也是非常简单且流畅的完成了我们这个。屠夫的变形过程，不过他的武器有点小尴尬，他武器一共有3把，可是我只有一双手，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只好把我们宽阔的背部呢再给拿出来。这个背的话呢，我是不建议你扣这样，因为你扣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三叉的一个感觉，
啊，当然你要这么做也不是不行啊，你可以把它扣在后面，或者你是把这个小枪扣在这个小腿后面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的话呢，比较喜欢它啊，两手拿着对称的武器啊，这个就是我们屠夫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那么我给他们人形的分数呢，一样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红色的屠夫吧啊，它的这个橘色的话呢，在大腿跟小臂的部分都是一个肢体的中间段的部分啊，我必须要说这个配合起来意外感觉非常的舒适，也是好看。把这个枪哦背在后面，你会发现呢，似乎跟这个虫形的爪子呢放在一起，好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背后的造型。那么可动的话啊，不对，先看一下，你看这个关节的紧实度真的是没话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做工了啊。面雕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看，这个像是愤怒生气的一个眼睛，然后口罩像是潜水头盔之类的一个造型。这个脚的话有一个弧形啊，这个很难得吧，不容易出现啊。那我们简单的对比一下原本的昆虫金刚，昆虫金刚这个配色也是很好看，非常经典 G1 的一个造型。面雕来讲两者都好看，胸口的造型两个都好看，但是呢以这一次的这个组合包来说，它胜出就是在于它多了一对的这个虫的这个爪子，而且在人形状态下呢是直接就不需要拆下来，直接就是一个造型扣在后面了啊。那我要提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配件的部分，虫形的爪子的这个部分，它的左右手的话呢是有限定，哎，我扣得太紧了，算了，我不想拔了啊。它的两只手你要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要卡进这个凹槽里头，所以它的左右手是有限定，你如果装错的话呢，我记得应该是装不下去了，各位大家自己去注意一下就行了啊。那这个的话呢真的是啊，哎呀，对，刚刚都没提到，光顾着看了完美啊，这里偷叫要提一下啊，大腿后侧还是有的了啊。这一次的主打呢真的就是这个弹幕了啊，它的人物的话呢直接的把这个炸弹的部分呢，你看它是身体是前后做了一个对调，所以说这个改模我就觉得是很有 CP 值的，我说对官方来说它是非常有 CP 值的一个变化。而这个配色来讲的话呢，我们提过了这个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模具了。那它的话呢这一次的弹幕，它的胸口这个有点假面骑士那种风格，对不对啊，还是我随便说说的啊，如果讲错的话各位不开心就留弹幕骂我也没有关系啊。那这个胸口呢，由于它的这个造型叠上来，那这里虽然有一些空洞，因为它这个手变成说可以往前面 OK， 那变成说它反而增加了一个可以往前的一个手，它的可动性莫名其妙的增加了，所以就一整个很赞吧。然后造型啊配色啦、啊、我都觉得是挺好的，手臂的可动给各位稍微做个简单展示吧。除了拳头不能转之外，那你大概想得到能动的呢，这个接地啊什么都有，而且这接地的关节还是很大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偏紧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跟这里的这种叫什么柠檬黄吗，也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地方是涂装涂上去的。而这种塑胶原型色，我这么几年以来好像没有看过变形金刚的玩具呢用这种塑胶的一个原型色。那这个手臂后面这个地方它是可以转动的，而且是不会去卡到啊，所以说呢我必须要赞美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末日小队的这个 A 套组的话呢，这次的弹幕跟屠夫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的玩具，改模也是很有诚意了啊，配件的话多了重腿之后整个质感 up 啊，那就很开心的给大家做这一套玩具的分享。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